大家新年快乐！今天呢是2021的二月，看一下几号啊，12号。今年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我除夕夜是跟玛利亚过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今年的过年呢，就来跟朋友们聚一聚。刚好呢，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，他们都在台中。耶耶，是的，就是阿俩另一个朋友，我觉得大家应该也猜到是谁了。应该是从你开场他们就知道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这里很显眼吗？对对。那我现在呢，在这里。开场开个老半天，开多久啊？嗨，你家？哎，是那只影片里的狗狗哎。贝贝啊。哎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这是什么？新年快乐的那个握手，好好好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等下可以借我一张机卡吗？因为我有一张机卡坏掉了。就是有一张机卡落塞啊，你再来，刚才那个机卡完全不能用。好，我借你。对哇，你家很大耶。我们就乡下地方啊，阿良家应该也是这么大吧？哇，天哪！哎，他还尿尿哎，还大便。尿尿，你干嘛？帮我拍一下尿尿。还尿尿哎，贝贝，你刚才尿尿，哇，你尿盆好大哦，这里都是他尿盆是？对啊。哎，那你这样进去踩的时候，会不会有时候不小心踩到？有啊，那边有些会有他那边，你可以跟他玩，他拿球跟你玩。我觉得我现在先不能跟他玩，还是你先帮我那个。怎么？充个电，因为我电池快没电了。那你还有什么？缺机卡要缺电，到底有什么？到底带着什么废物东西？他带了一个不能用的记忆卡跟残存的电池。好险，我带两张记忆卡。原来是一个残桥仔啊！你是一个残桥啊！你可以在这里练跳远呢，丢练铅球，为了明年的运动会准备。你都拍一小脚一小脚，我以为你家很小。没有啊，这差不多在，没有，我们这乡下地方哦。哎，哇，你今天穿一身红，怎样？我来拜年啊！周老爸，叔叔你好，叔叔可以入镜吗？叔叔你好。新年快乐，叔叔！新年快乐！爸在问朋友啦，啊，你们先自我介绍啊。叔你好，我是他，我是温妮。你读倒位？我读台北。无啦，这种看起来老，敢有可能在读？啊，无啦，你这比我较大呢。看不出来，伊看起来较大颗。看不出来，对啦。我是阿良，小花代班，工作的朋友，小花的朋友。他现在的状况是我现在接手我才知道，一格电，然后不知道还可以又录多久的、那個。好，我们家二楼、欸，其实还蛮酷的，我没有朋友出意来拜访过我。哇，这里房间、啊？是我房间，对对对。天哪！怎样天哪？好乱哦。没有，因为我侄子最近都跑来跟我睡了，对吧、啊？都我房间。就这样子、啊，现在是这样。不是因为这里的香龟，我也不好意思踏进去。没有，是臭的。天哪！是怎样？你敢不敢走进来？不敢。很干净。不是不干净的问题，是很奇怪。那你换你进去，我出来。不能共处一室、啊。白痴！哎，你昨天有拍吗？我有啊，我昨天跟猫俩一起吃年夜饭，除夕饭。真的假的？Oh my goodness！ 所以我打算今年过年就是来拜访。疯了，我排第一顺位耶！我是玛利亚的后面。Oh、my God！ 你有去阿良家了吗？还没。好、哦，我就来拜访你家，你看你有多……你们就直接来，你们对。你告诉我，错的是一个尊重，要是我不知道，你一直对着你的脸白是怎样？完全烂崩溃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可以拍一下那个镜子，你这样拿着那个有点尴尬。很尴尬。我们现在已经录了怎样十几分钟的哦、喔，这个人还没走进来我房间，是什么部分？这样有在录对不对？有，还有在录、欸。你等下可以借我上传档的吗？对啊。你这根本不是来卖，你是来利用我的。哎、欸，这样没电了。我还真的没有带过女生一起去我们家那个吃年夜饭呢、欸。我短发可以装上男生、啊。我特地为了这样，不想被认为女生，剪到最短的。你我还修头发。你有这？现在是谁占便宜啊？你啊搞不清楚状况哎！那杀戮我可是很有呼风唤雨的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露点手指头吧，让人家知道是你啊！你要讲话的时候，这为什么要乱说？就手菜，这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就跟我跟昨天看你跟你妹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哦，你说我们这里房间那个？对啊。好像我妹来没来这里开房间。那个微微，跟你换一个，换一集，你帮我整理，然后呢，我跟你一起跳那个舞蹈的 cover。哎、欸，不要哦！啊、哦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姐姐帮他拒绝，因为这样你可能要练很久。你不要小看我。好，来，咖啡一段问你哦。你
问你哦，会不会？哎，你真的是很欠揍，摔摔的那一种。大家等等，如果突然断掉了，代表我的相机没电了。不用交代一堆，为什么？人家都知道。真的吗？会上字卡。不行，我觉得我有个交代的话比较好转场。好。哎、欸，走路就到了。对啊。超快。对，没台，帮我们走外围。不会是这整片都你家吧？没有，就这里跟这边这样子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你现在可以帮蔡哥争女友。哎，好，你看一下他现在家境，家境很不错，他完全是可以在运动我们的木曜运动会上面租房子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家这边真的比较偏僻。为什么我们刚刚明明很近，要绕一圈？因为我没有那个门的钥匙。哇，哎、欸，大成这样了，我跟对啊，我们刚刚是从哎这里那边，对那边，然后不要指错了，我们从那里。这边的钥匙，哦，我这样手指太短，他们没有这边的钥匙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你2021一定会有女朋友。我没有那么急啊，你明明就超急的。啊、你有要吗？要啥？你有要女朋友、男朋友、女朋友？那我是有交过，你没有啊？我有啊。他不是母胎单身啊？你不是哦？你看起来有两个，你看起来很像母胎单身哎、欸。那是我们那个对待的方式都跟第一个这样是一样。那这样谁要后面跟谁要跟你在一起？你对待第一个永远跟对待新的一个是一样的、啊。保持初心都不行啊！大家喜欢初心的男生吗？他保持一直很初心。对啊，很初心，都是一直忘记带。哥，保安哥们姐，不拍喽，那我们先去吃饭，再见。这个知道是谁哈？他这个知道。阿良。哎呀，阿良。车满就。对。他会害羞啦哈，你们自己随便。极度尴尬。有点后悔。反正我问他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到蔡哥家的时候，会跟一群人吃饭，你 OK 吗？他说可以啊，有什么问题？他现在是不得心。不是因为这样子来，很像是蔡哥女朋友，然后就他不是蔡哥女朋友了。不会，这我妈，这个我妈、哦。阿姨好，阿姨好，阿姨好，你好。阿姨你好，妈在不是去的那边玩乐。哇，我咧甲你问，你袂见我咧。我看你迄边都刚刚看来看去。他真的喜欢的没来了，没有哇！你过年都那么澎湃哦，我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吃出初三吧。哎，人真的很多哎，难怪你对交女朋友这么有压力，因为每个人都会问，真的没不问，我真的没有压力，我也没有在管，就认识啊。你好，我是温妮。你好，我是彩妹。你有三个，你有三个，我喜欢。你有三个彩妹，很多不止。不是你大姐姐，你要跟大家聊天，你要开话题啊。那你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？你是不用，先不要。你觉得我哥那天好笑吗？我不好笑。这个本人有没有漂亮？这个本人，你跟阿公在问。他们没看过啊，他们没看过本人，本人怎么样？漂亮。剪进去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你觉得我哥帅吗？啊？你觉得我哥帅？还好。刚刚前面那段马上剪掉。现在超级尴尬，刚刚蔡哥带我去，就是主桌什么敬酒，基本礼仪啊。然后我们两个站在一起，好像是他女朋友，我觉得有点不舒服。不舒服是我吧？这是我被占便宜。没有啦，我们刚刚阿良也在啊。对，很 OK 的，很 OK 的。我知道你把这个当成那个尾牙场的。哎，所以蔡哥有包红包给你吗？有，每个人都有。这一桌应该都有，对，比我小的，本来要包给你，可是啊，比我大。我刚刚已经知道你要接这个。哦，我一个红包。叔叔，不好意思，收啦收啦收啦，谢谢。那要不要拍一个视频？可以可以。你不要讲视频啊，要讲影片啊，影片吧。这是我小叔，我们今天收到一个红包。对，谢谢。
怎么样？有过年的感觉吧？有，但只是被刚刚蔡哥这样弄一下，直接想睡。弄一个，直接想睡。又变想睡了。哎、欸，你很有心哎、欸。对啊，嘎嘎的。贝贝你好。嗨。躺着啊、欸。太爽了，太爽了。你知道在拍摄对不对？他刚偷瞄镜头。那个画大便尿尿，你都怎么清？没有啊，他就是在那个啊，在草坪那边啊，然后我们再把那个干的大便扫起来就好。我最喜欢你。像这个，这個、怎么？这個、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叫温妮。对，阿姨，温妮阿姨。你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哥单身了，对不对？他叫我叔叔，他叫你阿姨合理、啊。你也会常常回来这样摸他吗？会啊，回来我就跟他玩。叔叔没有常常回来。啊对。但我回来会跟他玩。你这，你只是把它当滑鼠在用而已。贝贝，他会跟蛇打架。真的假的啊？因为我们家夏天这边会有眼镜蛇，然后会把它咬到中间，然后一甩就甩死。尾巴一半，然后头一半。我们家这有时候会有眼镜蛇，夏天被咬到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很怕，所以我爸会赶快拿扫把把那眼镜蛇先赶跑。我们进去了，去坐了，去坐了，去，我们去休息了，休息等打牌。好、啊。我们在这里，观音山庄。观音山庄，这个超炸！今天来到观音山庄，吃街街山菜，觉得很爽。今天其实没有米粉汤哦，我看你整的实在很荒唐。